OK， 兄弟们，接下来我们把这个魔术大会最新的三张大牌的效果做一个中文的演示啊，特别是第二个效果做了升华的，反正我被他骗了第一次，可能很多魔术师也会被骗，考验逻辑思考能力啊。S 放中间，成这个样子，然后把它合起来，然后问你最下面这张是什么？当然是张 Q 嘛，对不对？把它放在最上面，好，然后接下来最下面是什么？当然是一张 S 嘛，对不对？然后也把它放在上面来，好，然后再接下来最下面这张 K， 我们把它放在这里。然后手上当然还有两张牌吧，一张 Q， 一张 S， 对吧？好，接下来把它合起来，合起来，好，像这样，然后手指夹住，刷卡一样，就这么丝滑，就这么牛逼，就这么嚣张，这一个动作就变了。哎，这里呢就变成 K 和 S 了，你信不信？这里就变成 Q 了，就这么丝滑。那看到这里，可能很多魔术师玩过魔术，他有点懂，对不对？好，接下来我们把这张 Q 放在中间，像这个样子 ，OK， 然后把它合起来。表面是一张 S，OK。接下来我们把这张 S 呢，首先把它反过来，像这样 ，OK， 合起啊 ，OK。然后把这张 S 拿走，放了这里。当然手上还有一张 Q 和一张 K，OK，、OK? 没有问题。还是一样，把这两张牌合起来，双手夹住刷卡一样，就这么丝滑，就这么嚣张，就这么牛逼，瞬间，哎，又变掉了，变成两张 Q 了。这时候很多魔术师。可能能看懂，对不对？他说这张不是 K 就是 A 嘛，当时全错，这张也变成 Q 了，兄弟们，就这么丝滑，就这么牛逼啊！背面都可以看一下，对吧？都没问题，就这么丝滑，就是这么牛逼，就是这么嚣张的 ，OK， 对不对？没有任何问题啊，对不对？没问题啊，没问题啊 ，OK，